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新英雄蓝上线了，来看看这个英雄如何吧。目前局外模型还没有换出来，不过可以通过局外的信息了解到这个新英雄定位是刺客。至于技能的话，还是在游戏中展示的更清楚一些。被动技能介绍，当目标生命值低于 30% 时，就会对其造成额外的 20% 的真实伤害。一技能变成鲨鱼进入潜水状态并获得加速效果，持续时间3秒。潜水的时候普攻会冲出水面完成破浪一击。一技能在河道中可以一直潜水啊，最重要的是一技能潜水的时候并不是无敌的，会被攻击和控制的。二技能原地旋转，对周围目标造成物理伤害，还能回复自身生命，并对敌方目标进行标记。好，下次普攻将自动追击附近有印记的目标，攻击后会清除敌方身上的标记，同时对目标造成物理伤害。每次追击一次，减少二技能的一秒 CD。如果周围敌人多的话，那么二技能就可以做到无限连击了。潜水状态下，二技能可以朝指定方向释放，相当于位移的释放二技能。三技能朝指定方向释放，同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眩晕效果，并且还能推动路径上的敌人到终点处，期间能造成物理伤害。潜水时候三技能是不会丢匕首的，直接是冲撞的效果。而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眼熟？按照背景故事介绍，蓝的大招动作是和夏侯惇学的，所以大招动作是有点像夏侯惇，只不过大招比夏侯惇更好用一些，还有推人的效果。那么小伙伴觉得这个新英雄如何呢？更多王者资讯记得点击关注哟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